Mina 也会吗？你叫米娜泡茶吗？米娜从小学泡茶，泡茶真的会很像一个淑女，开掉就要把它丢。你坐那个阿姨的旁边嘛，叫她教你泡。这个把它铺平就好了，它这个壶容量没有很大，就不用倒太多。你心里有没有让它泡一下？不同汁，因为我觉得它皮有点发臭。那是小白，这扁豆，对，那是扁豆。我先洗茶，就直接先把它倒出来，就可以拿来洗杯子。在这里，这个茶好小，茶海，小海。第一泡，因为它茶叶还没开，所以可以焖久一点。要多久？差不多40秒。那我们就要多少分？但是不要那么的拘谨，不要录影的啦。阿明，那你后面坐后面。